只是你害死了他们的母亲，只是你害死了他们的母亲。这并不矛盾啊。那些灯笼都让你动了手脚。灯笼里藏的都是硝石和木炭，蜡烛里合了安石香，烧起来人便会昏昏欲睡。待蜡烛烧到引线上，便会炸开来，下到哪里便会烧到哪里。 王妃，里面火太大了，不能进去啊！王妃，刘姐姐，不能进啊！王妃，王妃，你不能进啊！刘姐姐，后面的快点！刘姐姐，我做了错事，今日偿命。我没有什么怨言。 但是我的儿子，那是我骨的。嬷嬷，你真是害子心切呀、啊！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害死的也是一个母亲，她女儿还在她怀里。你跟先王妃无怨无仇，谁让你做的？我不能说，我说了，大人的命就没了。说出来。 我保他的命。希儿回来了，走吧。 我早就料到，终究会有这么一天。我等这一天，等了好久。那个嬷嬷说，是你拿他儿子逼的，叫他治了那些消失灯笼。希儿，你恨我吗？这么多年，你待我跟芍药视如己出。 自觉子嗣也并非虚假。我戍边这些年，也是你替我照顾芍药，待他治病。我确实把你和芍药当作是自己的孩子，只是你害死了他们的母亲。这并不矛盾啊！我说了你可能不相信，我不恨你母亲，甚至于我有的时候很想她。 那把火着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后悔了。我冲进火里想要去救他，可是我实在是太大。柔姐姐把芍药推给我，她让我抱着孩子先跑。我抱起芍药来往前冲的时候，那个柱子就砸了下来。我右手一挡，那柱子砸在我身上。